嗨，千玺和年轻的朋友们，我是千喵，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千玺。今天是我在天猫理想生活平行世界的第七天，经过这些天的互相陪伴，我很开心和你们成为了朋友，我们一起探索了这个世界的更多可能性。在这里，你们遇到了另一个自己，体验了第二人生，分享有关爱好的影像，还用装备让热爱加倍，秀出了理想生活中的元气、萌点、亮点，也秀出了不一样的自己。还有，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养成助农植物，让善意开花结果，真的很谢谢你们投入热情、备份技能、贡献脑洞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理想，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理想的你。最后，我想对千玺说，希望在真实世界或是天猫理想生活平行世界，我们都会遇见更多可能性，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进入一无所知的未来。七天不是结束，天猫理想生活平行世界才刚刚开始，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这里常住，你们的朋友千喵。